吃饭了啊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个辣猪脚，还有豆豉炒炒辣椒，就自己家种的辣椒。最后一只辣猪脚了，来吃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这个豆豉有优惠啊，每一单减五米啊，19.9发一坛，之前是24.9发一坛啊。这个豆豉有香辣有麻辣的啊，豆豉炒的小鱼，我们吃饭去。
这边都是鬼炒回锅肉，炒辣椒焖鱼，然后各种做法都可以。它在其实。我家孩子不吃鱼，拜拜。吃饭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吃个辣汁，还有个凉拌贡菜。南瓜酸辣教头，太辣了。爸爸不肯吃这鸡腿，他吃腊肠。你夹过，我夹了个鸡腿二号。咱们东西不要了啊，还有的就不能浪费，能吃就吃了。但是夹我夹起来可以点。大鸡腿给你了，没有，你要吃。我今天二号都没嚼完，是个贡菜。放假来了，把这些辣货全部吃完。明天吃那个腊肉。明天你吃腊肉。那人吃了你的腊肉就好了。明天吃鸡腿，明天吃鸡。那个新鲜的鸡啊。你放哪去了？
吃粉。不要。对，那辣鸡腿还是，这个辣鸡还是过年那会儿从伯伯那拿的。再不吃的话，就咬不动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有没有姐妹们要吃辣，要来吃辣鸡的？还有好几块小孩子都不吃，还搞了辣椒。蘸水炒了南瓜，凉拌个贡菜，要吃的赶紧啊，我吃不完了，我个人吃不完了，小孩子们都不吃。